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继续翻到嚟 Pokemon Unborn 啊！上次讲到打赢咗道馆啊，终于喺调整难度嘅情况下，依家咧就要去到下一个嘅目的地啦。依家咧就要穿过呢个洞穴啊。咁啊，呢个洞穴咧有啲咩等紧我哋咧？啊，唔知道啊。OK。咁因为咧，我哋上次打赢咗呢一个嘅馆主啦，我哋依家咧系可以升呢噶啦，比起之前唔同嘅就系、是，之前升到26咧就冇得再升啦，咁依家就唔系啦，唔同啦。诶，上集都好似冇回血啊。OK， 依家翻嚟回个血先。好，咁咧就有观众咧都有话咧，呢个 game 咧其实有中文版嘅，咁我都知道嘅。其实我一开头都有 download 过呢、這、一个。都有试玩过中文版，咁但系咧中文版咧其实系一个旧嘅版本嚟啦，咁所以咧我都想玩新嘅，玩新嘅版本啦，亦即系呢个英文版，咁啊冇乜所谓啦。啊，剧情方面咧，咁啊大部分啦都睇唔明噶啦，大部分都睇唔明啊，但系咧透过我自己再翻嚟咧，其实大家我谂应该都大概明白佢讲啲咩，同埋有啲咩注意嘅嘢啦吓。OK， 不过我自己可能。会有卡关嘅情况啦，有时，但系应该都唔会嘅。我大概会睇得明佢、要去边度啊，即系大概睇得明嘅，大概啦吓，唔可以话百分百睇得明。呢、這个系哦，呢、這个系之前执嗰个丸丸，嗰阵时睇 XY 嘅时候咧，执呢粒嘢 XY 二石小丸啊，呢粒嘢叫做，呢、這个系飞行系超能飞行系咪？哦，换重。嗯，啲嘢我哋，跟住吸佢血 ，nice。咦，佢回血喎 ，OK， 搞掂。最后呢只，应该系快过佢噶，哎 ，OK 得。跟住可以继续啊。嗯，嗰、那个系要冲浪先至攞到。TM03、水之波动 TM03 系呢啲冇咩特别，我哋继续行。嗯，有个二 set 版喺度嘅，好有型喎二 set 版。问佢话 ，OK，Hello，、okay, 大老比呢度有游水嘅，咁冇得拎啦。下面石板都系拎唔到住，应该 OK。6号道路，咁依家穿过咗之后咧，就可以睇下呢度咩地方嚟嘅，就唔知道啊。神光系咪呢招？咦，唔系喎，呢招唔系神光嚟嘅喎，呢招好似系报复之类嘅嘢啦，系咯。咁我哋唔用啦，冇咩啊，唔系、啊，应该要留，应该要抌一招，有一招好似叫查封啊。定唔知可以一般技能打到鬼嘅招技能，唔记得叫咩名字。呢边行呢边咧，一样嘅。OK， 哇，逃逃犬啊！哇，点解你会用包子噶、啊、你？太阳梭拉边啊 ？OK， 包子跟住再用阳光烈焰、啊，几特别啊！火技啦我。而家连呢个护主，即系改咗难度之后，呢只护主犬都打死人。因为原本嚟讲咧，护主犬性格有，即系性格好似系减攻嘅，系啦。OK， 嗯，好似系有啲新嘅嘢要做啦。道路号9号，嗯，佢就话咧要揾一个地方去到 set up 呢一个嘅一啲行动啦吓，系咯，就 set up 啊 ，strong Barry 唔知系咩喎，嗯，我就 head to the peak of mountain 啊，总之大概都系讲紧一啲关于行动上嘅嘢啦，同埋就系有讲到个劲敌嘅问题嘅，啊 ，OK。咁我哋照向呢个方向行先啦。哎，呢只应该系恶技。OK， 哇，又要打双打，冇啦，单打算啦，我唔想打双打，好辛苦啊，打双打。换只马骝出嚟啦。
格斗呢个，乔不比格斗 ，OK 进化啦系咪？六十五降速度嘅技能要啦，唔要招空手 pair， 地震得 charm 攻击降攻击系嘛？降攻击我哋唔留啦，冇乜用。啊，冇乜用，冇威何 ？OK 得，进化火爆喉。之前我就系、是、DJ 好似系系咪暴诶愤怒啊？好似系之前我就系为咗想捉嚟进化做火爆喉去打第二个道馆，亦即系恶系道馆之前卡关嗰个啦。咁但系咧就咦，佢塞住咗条路啊！咁即系呢度唔行得，要逼住我上山啦，系嘛？上上面恶技。呢度去边噶？咁熟口面嘅呢个地方，诶、欸，啊，会喂掉喎。嗯，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就系劲敌同埋另一个头先紫色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诶嗰、那个反派嘅人啊，系啦。哇！佢用呢一个实力压制喎，负敌喎，呢个负敌一嘢搞到佢瞓低咗，系啦，够啦，诶，负敌收翻，翻翻嚟啦，打晕咗佢，诶，师傅先，哦，好痛啊，身体佢就话，哇，有呢个咁嘅起身动作，有啲劲啊 ，OK，Is that you？OK，、okay. 唔好话俾我听咩 for you。You come here look， 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过嚟系为咗睇更多精灵喎。佢就话，你有冇听过阿 Lock 嗰个家姐？佢住喺呢个 B 字头呢个 city 度。佢提升咗呢个 DX 呢一个嘅功能啊。应该是一啲揾嘢功能啦，佢就话，哦，佢就话可以透过呢一个嘅工具咧，去到揾一啲稀有嘅精灵，佢就话，你需要嘅碎石就喺 B 二头个 city， 总之我哋而家要上去上面啦，系嘛，去 B 二头个 city 啦，我要对战喎，同佢打，无端端要同你打，唔系好想同你打噶，飞行系。冇雷技嗰呢只系嘛？系啦，冇雷技呢只俾佢黑住呢只啦。咁我哋佢用飞行技呢招系子弹拳啦。哇，鲨鱼皮嘅利亚诺沙超人嚟嘅。哇，地震嚟用过分咯。水技真系劲醒呢个咩？但我呢只好似冇格斗，系咯，我呢只冇格斗，咁我照打啦。呢几招啊，哇，连锁特性，68速应该够快可以打死佢嘅一下。呢招死啦！呢只就系呢只必死嘅，死啊 ！OK， 火爆太强啦。佢就话要变得更强，强过任何人。佢就话我哋等到下一次见面啦，系啦。佢就要再见啦。佢就话有更重要嘅事要做喎。佢就话走开咗。我哋而家行呢个方向啊，冇错嘅话，可以好在吞吞蛇，出只咁麻烦嘅嘢。诶、欸，好在冇麻痹，我都赢到。啱啊啱啊！呢只降哇咁痛，冇咧，会唔会输啊？睇嚟应该唔使输啩，应该唔使输啊，唔使输唔使输，但系翻嚟回血先。扭拉喎呢度又
劉拉其實勁嘅，不過速度太過，即係唔係速度，係個耐久力唔係好掂。哇！幾何雪花？點行呢條路？呢度啊嘛？呢隻我哋先用格鬥睇一睇先。OK， 格鬥打一通咁就冇問題啦。上樓上蛇丸子，呢度上唔到。可可多拉冇咩特別，應該係堅硬嘅。呢隻好似都係堅硬，應該佢可以打死我，係咯。水 ，OK。呢塊餅就火技啦。Togete Malu。降鼠 ，OK， 最快嘅应该系呢只，但系打唔死佢呢只啦，咁就 OK OK。呢度冇路行嘅，啊唔系呢度，啊有三楼，应该系呢度啊嘛。呢张系 If you can， 哇，打赢佢帮我回血。应该冇问题嘅，吸取之吻慢慢吸 ，nice， 哇，正电，呢招系回血，呢招系雨砌，呢个唔要啦，接力棒 ，chase， 吉利蛋啊，唔知系咪咁读啊 ，chase 系咪读 chase 嘅，唔识读啊呢个。好少读英文，即系好少读 Pokemon 嘅英文名。我好少，因为本身好少接触英文，即系冇乜，基本上冇啊，冇玩过呢个 Pokemon 嘅英文版。细个咯，细个玩金版啊，嘅时候系英文版咯，老翻嘅英文版。不过我都唔会睇得明佢啲英文嘅，细个，细个嘅话睇唔明，大个嘅话都睇唔明嘅。暴雪王，暴雪王，我哋唔捉咯，雪粒怪呢个系，呢只都唔要啦，黑雷冇啊嘛，呢只，咦佢识唔识自学雷技噶？佢如果有雷技，我打击面好好多。其实会唔会唔识学雷技嘅？点点点系有剧情喎，使唔使理佢咧？好似唔使理佢嘅啫，点行点过。同埋呢个冰嘅地方同一开头嗰度即一样，捉嗰啲虫好似系嘛，定唔系咧？应该系有少少分别嘅。但系雪童子我记得一开头好似见过，即系初第一个城镇嘅时候，喷雌雄四季鹿，唔系荆棘鹿啊！呢个系荆棘鹿，雪粒怪啦。嚟多力落，打唔死喎！啊，打得死 OK。大舌头呢招系奇异，呢招系咩眼？冇乜用嘅呢招，呢招冇乜用，唔知乜乜眼啊！我见到佢嗰啲解说就知道唔劲，唔知咩技嘅，唔系应该系话唔劲咯。诶，嚟到啦！呢、這个 B 字头嘅 city 咧就我哋要去嘅地方啦，因为咧原本就要揾呢个碎石。咦？点解你又喺度嘅？你已经 set up 咗一啲 Barry 喺呢一个嘅道路号九号。Barry 系咪唔知咩意思啊？系啦，我最叻听得明啦，我明白啦。但系 where are we？ 佢就话嗰 M K 仲有跟踪紧我，即系个劲敌啦吓。但劲敌仲有跟踪紧咩？唔知道啊。呢度有个 gym， 呢一个 Pocket Gym Leader Alice， 应该读 Alice 系嘛？咩系啊？飞行系咁就揦嘢啦，飞行系就揦嘢啦。我成队都冇乜边只打飞行系。我想睇下有冇雷技先。咦，进化咯，沙雷朵。咁快进化沙雷朵嘅咩？沙雷
OK， 咁既然佢进咗化，我哋嘅战力又大大提升啦，几好几好几好。唔知会唔会，唔知使唔使卡关啊？但系希望唔使啦，希望唔好啦。PC 呢只雀系哦，飞翻去某个城镇嘅，即系一啲传送用嘅，好似以前火红嘅游击立咁样啦，即系嗰个阿伯。呢个系咩嚟噶 ？KBT Express Way 咩意思啊 ？Underground Highway 呢？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应该系嗰个咩？嗰、那个隧道啦，我估即系可以穿往其他地方、其他唔同嘅城镇嘅一个隧道口。呢度冇啦。佢个碎石喺边度拎咧？究竟？呵呵呵，都系我 face， 都系咪？The Cut Master tell me， 喺、呢个系，应该系呢个啦，咪系啦。OK， 冇咩特别啦，攞咗就算啦，呢度唔睇佢讲啲咩啦。既然攞咗嘅话，我哋唯有试下喺冇雷虫嘅情况下打鸟道馆咯，飞人道馆。但系我觉得应该都系会输咯，最后系啊，试一试先。One way 喎，话我错误啊，点解又系？又系乌鸦，我最难打就系乌鸦成队，真系成队最难打乌鸦，好麻烦乌鸦黐线。吓、而家佢喺呢个难度底下咧，我用沙漏朵赢到嘅。之前嗰个就唔得啦，之前嗰个太恐怖啦。佢呢个系储气，再见。佢呢个都系属于自制音乐嚟嘅。佢呢个旋律其实有啲似原本，哦系啊，佢系原本 Pokemon 战斗嘅 BGM 再加少少，即系再改少少嘅旋律咁咯。哇，呢只头痛啊！呢只啊，转呢只啦！哇，吹飞好，吹飞就算啦。我哋用钢技打，哇，莽撞佢、用，好似差唔多到喎 ，feel 到，我 feel 好似差唔多到咯，管主嗰度。我唔应该带火把喉摆头。呢只，哇，超痛啊，唔得掂，超痛。可能一阵出去回血喎，云雀照用啦，降系嘅好处呢度，差唔多到咯 ，feel 到，打埋呢个系咪到啦？应该照用格斗技打，32咧满咧啦，冇得再升啦，哎呀，竟然佢都快过，沙内朵。啊，系啦，到啦，但我哋打唔到住，因为我哋而家冇状态。我哋喺度 save 一个，然之后咧，火把喉摆喺头啦，一样。睇情况再换做护主犬出嚟降攻击啦。啊，呢啲冇咩特别噶啦。啊，唔系，坐身嚟嗰边。好，嚟啦。佢第一隻竟然系呢隻啦 ，OK， 用呢招啦，我快超痛啊，厌烦啊呢招系呢招啊呢隻先，跟住换做呢隻。指南拳，哇天蝎王，佢好似应该系怪力钳嚟嘅，唔会系毒鸟咁癫啩？地震，冇计啦！呢只要送啦，换水技能，食药，高级药水，飞宝啊用，唔系话咁恶嘅咩？唔知大口福好似系嘛？大口福啊，系诶叉子福添，剧毒冇事冇事，剧毒冇事。呢招系唔知道异常状态下定唔知道中毒状态下成二嗰招系嘛？
定普通毒技？应该普通毒技嚟嘅，我都死咗啦。啊 ，OK， 顶得住，换呢只。OK。OK。好似输啦，唔够佢快呢度，冇一隻快过佢。嗱，佢仲要食药。嗯，佢第一隻系咩话？我哋一嚟出沙奈朵试试先。估唔到啊！一下念力打唔死佢。吸取之吻。哇，干翼啊！呢只啦咁。佢应该会转做嗰隻天劫王。我用 Flash 先。子弹拳，呢只水技，哇系爆击啊嘛！如果唔系唔会打咁多。第一只都系用护住圈打啦。火技 ，double hit， 你难打。直接换啦！咬痕啊佢，食药啊飞宝，咁都打死佢。摇火舞。落地，云打自己 ，nice， 打自己，nice， 咁就 OK 嘅，应该佢醒啦，系啊醒啦，但系应该可以一下打死啩，OK， 咁即系话头先佢个招毒技系中毒状态下乘二啦攻击，因为佢头先劇毒底下一下打死我，依家打咗一半，哇！大夹啊！冇啦，冇得打，赢唔到。争紧招雷啊！一招雷就可以打晒成队啦。点解我呢只宠物雷技学嘅咩？我又冇岩石技学喎呢度。直接换呢只试下。试下长期用呢个闪光啊，点先？六级闪光，佢一下都打唔中我，打中我一下啦，唔紧要啊，一下啫，一下算什么？哎，哇死咗佢！呢个系叉字符，我哋换呢只，之后再换呢、這个呢只、這個、啊毒技啦。呢度佢应该会用飞行技打我哋。佢应该得飞行技打我啫，我估，定系重技呢？唔知道啊，睇下啦。咬系啊，唔记得咗，佢有招咬。呢只先啦。咦，佢好似有特性，令到佢唔会威吓，应该精神力系嘛？呢只要留的，但系呢只啦，唉，冇得拣。毒力冲击啦，应该系。跟住咧，我就用呢只，先用摇火舞先啦，跟住慢慢笃死佢，用飞行技。哎呀，唔打自己。哦，打自己 ，nice。大夹，破夹对面系岩石峰。转一转先，转呢只，我要再降低攻击嘅，咪催眠佢，冇中到，中 ，nice， 换重啊，唉死咗啦又咁样，呢只先，吸取之吻。哎，冇中到头先啊，咁啊点啦？呢度啊，我哋先用护主犬先，护主犬用火技打佢，
最后一只啦，佢，我瞓紧，满差唔多满血应该 OK 嘅，醒啦，应该 OK 啊，虫咬应该系未死嘅话，系啦，未死，应该赢啊，食药系咪？系食药，吸取之吻先嚟做，虫咬。回四十，回三十，回三十，三十够啦，四十血，四十血，四十血我赢啦，三十九有啲危机喎，唔紧要啦，再吸多下，三十九顶住，顶住，搞掂，太好啦，既然可以赢到啊，太好啦，好恭喜晒啊，你嘅胜利，系逆真嘅，佢就话俾呢一个飞翼徽章俾我，啊，飞翼徽章啦。T.M. 四十嗱，冇望到系咩技嚟嘅？四十哦，厌烦嗱，必定命中嘅厌烦，咁对我嚟讲有冇用咧？有有冇咧？谂下先，唔记得有冇啊 ？O.K. 阿 Forget to show something， 佢又忘记咗展示啲嘢俾你睇。Please come with me to the， 佢就话去 K.B.T. 嗰个地方冰洞嗰度，佢就话，嗯，佢就话因为一啲原因咧，呢、這个地方咧系冰封紧嘅，佢就话，嗯。因为事关到呢一个嘅道馆馆主，啊，作为呢、這、一个，即系我作为呢个馆主咧，呢、這、一个嘅工作咧，去到保护安全啊之类啦。嗯，而家睇下我点样可以整呢一个嘅碎岩啊。OK， 嗯，我就话只需要面对面咧去望住嗰埲墙咧就可以使用啦。可以破呢一个嘅墙啦，或者岩石之类啦，啊冇咩特别啦。好，睇下呢一个系咪就系嗰条隧道先？系啊，呢个就系嗰条隧道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继续呢个银邦剧情，拜拜。